能呼吸交流呼吸吗？能呼吸之上你去站之地，捧住我的憧憬，唱了一万年山听周深你好星期六合作舞台，一场视听盛宴，周深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节目中周深杨丽萍开启的绝美大秀引发全场的欢呼，吉克隽逸评价过周深，说他是又强大又美好。的确周深太全面了，唱歌的时候像百灵鸟一样婉转动听，但做综艺的时候有梗又很好笑，好惊喜。这期请到作词人依约，周深又和依约姐姐同框了。依约还爆料，大鱼最经典的吟唱是在录音棚即兴创作的，厉害了。周深要请出今天的语文课老师，其实他出来之后呢，我觉得深深可能会觉得很亲切。对的，我们请出有请。哇，欢迎依约。就是第三段大鱼的最后的这个吟唱是周深在棚里即兴唱。对，是的，真的超级厉害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一段唱到人歌合一，真的是、真的超级厉害。当时是福至心灵，福至心灵。好了，我今天圆满了，你们先录吧。谢谢周深、下期再见。我不要。真的给送走了。周深看见依约姐姐好开心好激动呀。周深能有今天的成就背后，除了高晓松之外，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女人，依约。依约知名作词人，脱口秀节目小说和晓松奇谈主编，周深个人专辑深的深制作人。换言之，假如没有依约的保驾护航，高晓松的大力支持，周深达不到现在这种高度。这不是贬低，而是实事求是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，而
而和我们小松老师搭档过的年度作词的隐约呢，近年来为歌坛也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，其唯美但不晦涩的歌词极具个人的风格。说音乐加周深加钱雷出品必属于精品，浮夸吗？一点都不。国漫《大鱼海棠》的大鱼作词作曲是两人包的，电影《鹤唳华亭》的主题曲《愿得一人心》也是他们两人的杰作。周深之前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感慨过，说《大鱼》这首歌对他的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看看他当时怎么说的。他把依约称呼为大姐姐，一直在身旁扶着他。每每回忆这些，在周深的心里，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感动、感恩。在他的这份记忆录里，透过这些文字，我们了解的，只要周深需要，依约不管在何时何地做着何事，都会立刻出现。哪怕生病不舒服，也总会把周深的事情排在其先。周深是吃过苦的，也深知娱乐圈的残酷。对于一个新人来说，能够遇到两位资深老师的帮忙，不用想都知道周深的内心有多么感恩。好在周深没有辜负两位老师的心血，将他们的作品彻底发扬光大。如今的周深已经在音乐界站稳了脚跟，光是正式演出都已经有上百场了，他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，甚至都可以超越不少资深前辈了。不过周深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性格，从未张扬，或许这才是他真正圈粉的魅力所在吧。那首先肯定第一个是为我转身的娜姐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了我的声音吧，然后后面也谢谢娜姐能够通过娜姐认识到了高晓松老师、李维老师还有钱雷老师这三位，尤其是高晓松老师，他怎么说呢，绝对是音乐道路上的很重要的一位恩师，就包括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也是高老师监制，隐约当制作人帮我做出来。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歌手，当时能够有一个这样起点这么高的音乐专辑是非常非常幸福的，包括现在想到的时候又觉得很幸福，又觉得又有遗憾，就觉得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录专辑，很多地方肯定没有做好，然后现在听起来会有些遗憾，但是又会觉得很像一个时间胶囊，就把最青涩的自己的声音留在了那个专辑里面。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因为参加了很多节目，都也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特别好特别特别照顾我的老师，然后总之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。最近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位歌手周深，大家都很关注他，我也很关注他，我是他的大迷妹，他是他的制作人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一点很让我佩服。是的，因为怎么说呢，除了才华以外，还在音乐上面专辑上面帮了他很多。这张专辑你也